大家好，我是阿勉，我又来了。前两天做的菜都比较燥的哈，今天买了那个鲈鱼，做个金汤鲈鱼哈，边吃肉边喝汤啊，开干。今天这个酸菜鱼我们选用鲈鱼哈，没得刺的，老人小孩都可以吃。先把鲈鱼改刀，切到鱼骨头片啊。再去头，再片一下鱼排，再片成鱼片。稍微薄一点啊，筋进去头的。再用清水浸泡哈，这样鱼片更筋进去头啊。再把鲈鱼腌制哈，放点盐巴、胡椒粉、料酒，搅拌均匀。鱼片抓出旋旋了，加入红薯淀粉，让它上浆，腌制十分钟。准备把酸菜拿一块就够了。我们这个酸菜是老坛泡出来的哈，要多清洗一水，不然就会有点寒。泡洗两次以后的酸菜开始改刀，改搞成球球啊，这个汤熬出来比较鲜啊。再切点姜蒜末泡椒两个，啊，再吃点青红小米呢。点缀用哈，阿公点火哦，要得开干。锅烧猪油，油热放个姜蒜米泡椒，再放个黄豆浓姜酱，炒出金汤啊，炒香油下酸菜，一起煸炒。这个酸菜一定要多炒哈，炒到这个发白了哈就可以了哈，炒它的水分了。再下入鲈鱼头、鲈鱼骨，翻过来煸炒哈。再加入清水，再放点胡椒粉，烧开大火煮半到十分钟啊。哦，金汤就出来了哈。先盛出来，垫底，转小火下入鱼片，火大了脱浆啊。水开40秒就可以哈，不要煮久了要老。来点花椒、海椒、青红椒，九成油温浇油，点缀一把葱花儿。这样一份又可以吃肉又可以喝汤的金汤酸菜鱼送给大家。就这个酸菜鲈鱼，我厚你脸皮为你买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王王，请。要得干。今天这个鱼不得了，王王没治的。那你忙死叫，你只要是啊，忙死叫。哎，啥子鱼量那么值的？哈哈，鲈鱼了嘛，比其他又贵10块斤的是不一样啊。哎呀，当然，你知道吗？是那么的。那酸菜哦，下边酸菜好吃，你酸菜是比鱼好吃。那你尝这酸菜嘛，酸菜呢？哇，这酸菜呢？这个天气都热得火。啊。嗯。三个人到三个人广场后就说的，那你那没看的是鲈鱼的是吧？啊，你看那鱼片，这鱼片没嘴，你吃那鱼排，哎，鱼排有嘴。哦，这吃鱼稍微清淡点，不啥子，不上火，是吧？就买点火腿汤，火腿汤给你。在那汤里吃嘛，好不？要。买点红嘛，香甜汤。哎呀！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。如果喜欢，各位先互动一下，关注我们。我是大明，我们明天见，拜了个拜。